发现今天看到的小雅呢和之前的小雅有点区别，因为现在小雅呢越来越独立，越来越强大了。小雅，你听说你准备要开店了是吗？对啊，准备弄个是做什么的？主要是烧烤啊，炒粉啊，炒田螺啊。你会吗？会啊。你会啊？啊，你会这些呀、啊？哇，那你好厉害哦！哎呀，这个炒多了就会了。哎呀，我就喜欢吃烧烤了，还有那个炒河粉。嗯，我也喜欢吃炒河粉，很喜欢吃。以前我也做过嘛，以前也在外面摆个摊嘛。哦，以前你本来就做过，那你有经验哦。对啊，以前做过烧烤啊，在外面摆个摊。准备是在哪里开？嗯，在桂平市里面呢、啊。在桂平市里面开哦。大概大转盘附近的，现在还在找位置。我们小雅挺厉害的，不简单哦。现在她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很独立。我们请小雅给我们说一说，她是如何从一个小女孩，这么简单的小女孩，变成一个这么独立的女性的，是因为什么的？生活手臂，生活手臂，一个是生活手臂，二个男人手臂，哇，被男人逼的是吧？哎，人家不是说结了婚之后有个男人依靠了就变成小女人了，为什么你还变成男人靠不住？那不是变成这样，不是被逼的呀。有一句话怎么说，男人靠得住，母猪都会上树。嗯，对。所以我们小雅到时候开店了，开张了，也会告诉小凤，到时候小凤呢也会告诉大家她的店开在哪里。好的，我们帮帮衬一下他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因为小雅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，真的没办法。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，也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让他幸福终身的一个男孩，另一半。谢谢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祝福他啊，一起祝他。谢谢。嗯，好，那么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哦。因为小雅呢是想做烧烤的，大家觉得这个烧烤这个行业可以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大家应该也有做过烧烤的，你们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，可以给点经验我们。对，还有啊，什么技巧啊，什么其他之类的也可以提出来。是对的，然后我也在向小雅学习，我也很想自己创业，也很想自己开店，但是我不会烧烤啊，所以说到时候我要向小雅学习一下烧烤。等你们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带你们去小雅那里吃烧烤哦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大家支持哦，拜拜，朋友们，再见。开始了，哇，饺子，哇。刚刚在外面回来就有饺子吃，哎呦太饿了，好饿了。然后我的同学也在这里啊，因为今天他去找工作，我陪他去找工作了，刚回来，饿了没有？饿了。来先吃点饺子先啊、哦。好了，今天我就吃一碗饺子就饱了。里面放了扁葱、红萝卜，还有瘦肉。姥姥，你这边倒来。好多馅。哇，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又来一碗呐、啊？太好吃了是吗？今天吃饺子就不用吃饭了。自己包的就是比较新鲜呐、啊，就是现包现蒸现吃，很新鲜，很鲜美的感觉。就要说我们用的材料呢，也是用比较好的那种材料来包，所以说它的味道啊都会很好吃，很美味。你看，牛哥吃了两
碗啊，两大盆呢、啊，要盆子。妈妈，妈妈拿手吃不烫的。啊，但是拿筷子的。妈妈我烫的，拿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蒋晶。我妈叫我过来试一下，看她做做油做油。刚才我在这里搞卫生，很多人看着我挺不好意思的。像我这么年轻搞卫生，别人却不会看不起我。